10月30日，咱们的气质女神汤唯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审美极限。在活动现场，她以一袭帅气皮衣搭配复古格纹长裙惊艳亮相，简直是行走的美学教科书啊！这造型松弛中带着高级感，仿佛在说：“看，优雅和酷飒是可以并存的。”而说到酷，怎能不提我们的行走荷尔蒙陈坤呢？当汤唯与陈坤同框合影时，那气场简直是"干练"二字的最佳代言。两位大咖站在一起，就像是电影里的经典画面。不过，别看咱们汤唯在红毯上气场全开，私下里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女人哦。就在同一天，她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与韩国导演老公金泰勇的甜蜜合照，并发文感慨。10年光阴如梭，携手电影人生感恩。照片中汤唯巧妙地利用镜子，既拍到了自己，也拍到了老公金泰勇，两人眉眼带笑，幸福指数爆表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因他们的笑容而变得更加美好。这画面简直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的真实写照。